豆老师讲故事，宝恩的老鼠。大家好，我是 eChinese Learning 的豆豆老师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则寓言故事，这个故事叫报恩的老鼠。一天，狮子在树下睡觉，狮子睡得正香，一只老鼠从旁边经过，不小心小尾巴碰到了狮子的胡子。狮子醒了，非常生气，他一下子把老鼠捉住了。你这个坏家伙，竟敢吵醒我。说着，狮子就要动手捏死老鼠。饶了我吧，老鼠请求说，也许有一天我能帮上你的忙呢。狮子大笑，你这只老鼠怎么会帮得上我的忙？那天，狮子的心情很好，他看见老鼠可怜巴巴的样子，觉得很好玩，就抬起爪子放走了老鼠。不久，狮子被一个猎人抓住了，捆在了一棵树上。第二天，猎人就会杀死狮子。狮子拼命地叫啊叫啊，但是没有谁来帮他。谁知道老鼠听到了狮子的叫喊声，他偷偷地跑到树后，咬断了绳子，救了狮子。狮子非常惭愧，也很感激。面对感激的狮子，老鼠说，你当时笑我，不相信能得到我的报答，现在你相信了吧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你有多么强大，也不要骄傲自大。大家要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，要弥补自己的短处。大家应该团结起来，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，学会感恩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想要学习更多的中文知识，就请订阅我们的视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